来百分之十五的小卡。搞定。又可以，你啱啱嗰啲嗰啲凍凍咗。生光。伍卓芬先生啦，另外一位副主席咧就文石辉先生，另外一位协办机构咧就系、是宋锦荣粤剧曲艺学院院长宋耀基先生。咁另外咧就啱啱咧就系、是、远道而嚟嘅我哋嗰啲演员啦吓，咁啊。逐一介紹啦，姚志強先生。朱影瑩女士。楊海成先生。歐爾山老師。麥家威先生。咁一陣間咧就會詳細再介紹你嘅背景。我可以影下相先啊。大家都等咗一段時間啦，咁我哋一陣咧就會有另外安排。